灯可不可以打亮？感谢神的创造，神所造的真的何等奇妙，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抓在手心里的萤火虫，真的好可爱，很温暖的把它捧在手心。它现在，我要把它打开，要让它飞走咯。再见了，萤火虫，嗨，拜拜。这里也有一只，一共有两只在盒子里的，你们怎么还不走呢？赶快走吧，嗨，飞吧，啊，飞吧，嗯，这一只呢，飞吧，拜拜，哎呦。嗨，拜拜，拜拜。哇，它好像不会飞。哎呀，哎，嗨，哎呦，哇，哎呀，它被蜘蛛网粘住了，刚才把它。哇，它好像被黏住了，惨了，出不来了。哇，希望它还可以活耶。我来用这个，花来帮它打开一下它的身体。哦。灯光来帮助啊，手电筒来帮助一下吗？好啊，谢谢。啊，奇怪，怎么没办法把它解开？因为它的身体有被黏住那个。来拿硬硬的。好啊，希望你会活诶。哦，他身体都被缠住那个，他被那个蜘蛛网缠住了。希望你可以飞耶。嗨，哎，萤火虫，你还好吗？哎呀，只好把你放在椅子上了。拜拜了。